去过老牛呢，不用下牛呢。邱叔，我问你，当年之叔交代了你，你这件代志对我敢有有所不满？牛牛啊，你到底是听到什么人在造谣？这件代志你吩咐我去做，我绝对不敢泄露风声。这无泄露，无啊。方才从山顶下来到此地见了哀家，伊提起撇云金之事，看伊的面容，甲方向星座一模一样。这件代志分辨是有蹊跷，恐惊啊！当年之事，这件代志你并无关系。牛牛啊，你听我讲，你吩咐的代志，绝对我办得干干净净。经过几暝人工的代志，年久未清，相信我把你给忘记了。你